搬家了，对，后面箱子大箱子，前面是沃尔玛。加州这个东部也是这么荒啊。对，那个只要有山有水的就有冷，是吧？啊、嗯，这边是不是冷？过那个棕榈滩那个是不是叫啥？叫什么？中文叫啥？这个叫西棕榈。啊，西棕榈。外资塔，棕榈塔是在棕榈泉是吧？棕榈泉啊 ，Spring， 那个佛州也有那个外资的 beach， 外资塔 beach， 哦，外资塔 beach， 棕榈塔，棕榈塔吗？去过没有？去过，我在佛州还住过，我在佛州还待过呢。啊，这儿有在这边呢。佛州，我想去它最难点嘛。Q West 去过了，啊、嗯，去过三次了。佛州，美国，美国我已经去过49个州了，就剩一个。这是哪个去？阿拉斯加，北极光，准备带上心爱的人去，看着极光，浪漫一下，所以专门留意。大部分人猜就是猜我没去过夏威夷，实际上夏威夷我在那住。过七八个月，很美，我们也享受了，真正享受了这种生活。这山上啥都不长呀，鹦鹉、盲听，你说像现在的温度，外面温度100多，那个鸟渴死的，没水啊！哪里有鸟啊？兔子都不来这儿待，鸟呢？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这连江也没有。这在中国那边，这就属于青海、西藏那边的啊。甘肃啊，隔壁。哟，这是散货，铁轨啊。十号 ，East， 10 Highway。你像你去那个去中国，那有些地方，你说你生在美国，你还在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住着，是吧？还是公民，还是公民，公民是能长的是吧？啊，我说公民能长的，有地儿一辈子不挪这窝了，你懂对吧？啊，要啥啥没有，咱心里想着，那边是个河，那是河吗？哪有蓝的吗？那不是河吗？科罗拉多河吗？你看那左岸是河吗？那不是河吗？那蓝的不是河吗？难道是河马？不是河。阿姆总，首富呀！你看 Lake Tahoe， 这不湖吗 ？Lake 吗？啊？刚才那旁边标了，这是湖，不是河，是湖。标了湖呀，标了湖给干了。
办法。